长，因为您已经三天已经没有上班了，就是身体状况还好？身体状况还是喉咙还是有点哑，然后该做的检查都做完了，所以身体都已经恢复了，只是可能喉咙讲太多话，所以还在快休养一下。该做检查是指筛检吗？我到医院做检查，那我大概也是在做唯一一个有被裁剪的人，不有被裁剪了，我是呼吸道症状，当然要被裁剪。呼吸道症状，你当天是有咳嗽发烧吗？我有发烧。当天早上有去市场吗？当天早上去市场嘛，然后下午有点发热，所以就去医院检查。那依照相关的规定，当然要通报。那个检测结果后来有？二采阴性啊，所以我才能回来。不然你们还在这里吗？对，不用三采，依规定就是我已经解除了。